中午12点，然后我跟 Serena 等一下要跟朋友去吃饭，他们会开车来接我们。本来约12点，但他们说我们会晚一点点，所以应该快到了。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吃韩式，这是我来美国以后第一次吃韩式。我已经想吃韩式超久了，都没有机会吃，所以。She's a Mona Lisa, 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about her features. You find the beauty goes much deeper once you get to meet her. You see her walking down the boulevard. She got the posture of a superstar.She looks so fly in those Gucci slides. Yeah, yeah, I wonder what she hides under her disguis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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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And all the girls around the world, they wanna be her. And all the dudes are trying to score like it's fever. She lives a double life, puts on a show. What's under the subtle smile?放到 vlog 里面哦。啊，真的？好难拿哦。你这样他没有办法放到素材里面。不是，他不会跳。哎，他真的不会断哎。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about her features. You'll find her beauty goes much deeper once you get to meet her. She's a Mona Lisa. 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about her features. You'll find her beauty goes much deeper once you get to meet her. Let me paint a picture. I see they don't understand. Feeling like Picasso, she brushing against my hands. Seen you from around the way, you didn't give me the time of day. You be making moves that, yeah, who really care what Simon say? All the bad things, girl, I had to look past that. Call yourself a dime, I'm just trying to get my cash back. You be looking fine, so no wonder they can't match that. Louis V scarf, or I'm chilling with a dad hat. Whoa, slow it down like that. Just hold me down like that.现在是晚上已经9点，然后今天吃完午餐以后，我跟 Serena 回家，我们就一直在睡觉，因为超累的。我们昨天很晚才睡，然后今天又超早起床，对，所以整个下午都在补眠。然后我刚刚开始剪片，结果他们就是朋友，他们就找我们来玩阿瓦隆，所以我们一定要来他们家玩阿瓦隆。但是我想说，就是在跟他们玩之前。我先来开箱这个我在 Sephora 订的东西。我今天中午回到家以后就发现包裹在门口，然后我就还没有来得及打开来，想说趁现在我就把它带来他们家，然后开箱给你们看。这是我前阵子，我有点忘记哪一天买的，我记得我有买跟头发有关的东西，可是我忘记确切是什么。他每次都会塞得很满哎，就是塞了一堆废弃物填充。哎呦，第一个是这组，就是第一个是这个，就是巴黎卡斯的洗护的一个套组。然后我会买这个是因为就是我有。就是染头发嘛，我之前出国前的时候大概7月左右有去漂，然后那时候染雾紫色，后来我就洗紫色洗发精，所以就变成有点紫红色的感觉。可是已经我几乎每次都有用补色，可是还是偶尔会没有用，
然后我已经染了大概5个月了吧，对，所以也蛮久了。然后因为我没有想要，我不太想要让它褪色，褪成金色或是咖啡色，所以我就一直都在洗补色。可是我就发现它最近的补色效果没有那么好了，就像我虽然有洗补色，可是这里看起来是比较偏咖啡，没有像我之前一样那么红紫色。对，然后我就有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也洗角色，把原本的黄色素有点角掉，这样子补上去的颜色才会比较显色。我有在想，然后我前阵子就看到另外一个 YouTuber， 就是我之前有讲过 Selina， 她的爱用品里面，她有讲到她就是用巴黎卡斯的那个角色系列的洗发精跟护发素，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来试试看。但其实我也不确定我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但我想说就买来试试看。然后这个又是一个小套组的，想说这样子用了以后，就先来试试看到底就是适不适合，然后好不好用。就是它就是没有到很大，就是小小的分量。然后这个是洗发精，这个是护发，因为我的护发用完了，我有打算要买新的护发，然后我想说就先买一个小的试试看，如果好用我再买正装的。跟发油，就是我有说我现在在用的发油，我觉得它很油，然后用起来就讲真的，我觉得效果就普普，没有到真的非常厉害，所以我就也想要换一个发油试试看。对，所以等到我用了以后再看看它到底好不好用。下一个是这个，也是小样的套组。我记得那时候我买这些好像是因为那时候有打折，可是我有点忘记是折多少。然后它是定妆喷雾、睫毛膏跟眼线液吧，我记得应该是定妆喷雾。它很赞欸，它有两层的保护欸，它里面盖子打开以后还有一个小的盖子，为什么啊？我没有看过这种盖两层的。然后还有这个睫毛膏跟眼线笔都是小样，就是哦，这个是铅笔那种的，这是眼线笔吧？还是它是看不出来？好，反正这个应该是可以消的吧？睫毛膏，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蛮容易让睫毛膏晕开的人。对，就是我很难找到不晕的睫毛膏。我目前用了我觉得很持久又不晕的是1028的睫毛膏。对，它的刷头算是蛮粗的这种，看得出来吗？可以明天化妆的时候来试试看。好，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买了 NARS 的东西。这个是遮瑕膏，我一样是买小样，就是我想说小样用了 OK 再用正货，因为我黑眼圈超深的，然后我就有看人家推荐说 NARS 的这个色号，这应该是 Vanilla， 对，这是 Vanilla， 然后我看人家说 Vanilla 很适合拿来提亮眼下。这样看得出来吗？这灯光有点黄，因为我现在原本就有化妆了，然后我会在后面有卸掉，所以我就没有要在脸上画一次。希望它不会很干，我来这里以后皮肤变超级干的。然后再来这个应该是我买的唇釉吧，对，没错，这支我已经想要超级久了，我从9月那时候逛街逛到我就很想要，可是后来我没有买这支，就是我买另外别支，然后它就一直在我心里，我已经想它想3个月了，我想说好，我就买下来，然后就不要再就是想着要买其他东西了，就它了。对，买完这次我以后就要开始省钱，不能再乱花钱了。这个色号是 Slow Ride。有一件超白痴的事情，就是我之前上次开 Sephora 的包裹的时候，我有说他们每次都会给小样，结果我这次下单的时候我忘记选了，我到我下单完我才想到我刚忘记给我小样，
所以我就没有收到小样，超生气，我真的超笨的，可恶。